看看。像性别怎么判断啊？其实一般就不一定要一次做完，你可以分两次、分三次、分四次都可以啦。因为很复杂的公式，你看起来很长一串哦，通常它都不一定是一次做完。要一次做完，那真的是厉害了。要是我的习惯，一定会先做完第一阶段，再做第二阶段，可能再做第三阶段，它会越做越复杂。OK， 所以未来的解题也都这样。比如说像这一题好了，理论上哦，我们可以什么判断性别？第一个。先抓第一个字嘛，好 ，OK， 可以先用 meet 先抓，抓完之后呢，再利用逻辑判断 if， 所以你可以分两阶段嘛，一次你做不完，你可以分两阶段，你不要说很勉强，直接就一次要全部做完，那一定会很容易错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先做完第一次，再把第一次的东西剪下来，贴，啊，贴到那个第二次，那怎么做？一先用文字函数里面的 meet。因为我要做什么呢？切中间的字，中间哦，左边的话 left， 右边用 right， 中间就用 middle 了。OK，MID 函数。那不过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个底下怎么每个都有一个？这个底下怎么都有一个？有没有？这底下怎么又多一个 ？len， 哎，奇怪 ，left 也有，每个都有一个多一个 b 耶，这什么意思哦？其实顺便讲一下，那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，你会发现它底下应该有说明吧。不过他说明有时候你还是看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好像都一样，只是说什么用于双位元组字元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其实意思很简单啊，就是说讲白话的，就是如果你用 meet 没有 b， 那就是算几个字，几个字的话就是中文跟英文它的数字或全形半形，反正不管都算一个字。但是如果你用 byte， 这个B 哈指的是算 byte 的话呢，就是英文跟数字算一个 byte， 然后呢中文跟全形字算两个 byte。OK， 应该可以懂这个白话意思了哈。那所以算出来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。那什么时候用到呢？其实哈，就像说你要知道说一个储存格里面到底有几个中文字。如果里面没有全形字啊，只有中文字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先算它的什么 len， 先算它的 lenb， 再扣掉它的 len， 那就会是中文字的字数了。懂那个逻辑吧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中文字是两个 byte 嘛。那它如果用 len 算一个 byte， 一个字元一个字，所以两个相减。那就会得到中文字几个字，应该懂那个逻辑了，只是说也许将来遇到这种状况，或许里面看看有没有中英夹杂，你可以用 LENB 算算看。OK， 好，那 MID 当然你这边不要用LENB 啦，用到的机会很少，但是如果刚好用到一次，我想你就可以解决，快速解决你的问题。那我们第一个先抓什么？抓这个里面的第几个字呢？它的意思是说，你给我身份字号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算起？第二个字嘛。那请问第三个问题，你要抓里面的几个字元 ？Charles 是字元，要几个？一个，对啊。OK， 所以我发现其实你们都知道你要做什么，只是有的同学是看不懂前面的问题啊。所以你会发现慢慢，因为不过它不会没有中文，就是字英文。那英文有时候又是怪怪的英文。所以你要慢慢去揣摩，熟悉他的问题之后，他会有固定的逻辑。所以你看懂之后呢，以后你这些函数慢慢就很快可以掌握了，因为他问来问去都问差不多的问题了，所以你可能要慢慢跟他熟悉哈。OK， 那特别是回来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文字函数，所以呢，从这个里面呢一定是文字，慢慢你要熟悉，只要前后有双引号，就一定是文字。所以文字切出来的话也是文字，它不会去等于什么数字哦，所以这个跟这个怎么样不等于哦 ，OK， 这很重要。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，没有这个观念很麻烦，常常会找不奇怪，他就一直很奇怪奇怪，其实不奇怪，就是因为观念不清楚。文字跟数字是两回事，所以你眼睛放慢一点没有关系，你要看清楚。如果你看清楚前面，后面就不会错了啊！所以后来有的同学问我问题，我都要慢慢一个，我看重点，马上可以抓到问题的到底错在哪里了。OK， 好，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一就出来了。不过这个一
你根本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文字一还是数字一，表面上谁什么看不出来嘛哈，除非说你要进到这里面才看得到双引号了哈。所以呢，再来的话，你用逻辑把它剪下来。第二阶段的话呢，把它剪下来，不要剪到等号，再插入什么？第二阶段逻辑判断，所以插切到逻辑 ，if， 把公式贴上，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啦？反正做完一个啊，再一个，反正再复杂，反正你就分几次做完，不就也 OK？ 不然你说 if， 然后再叫你打那个公式上去，很多同学就会卡住了，对不对哈？不过你做完第一个再做，那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后面做多，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，逻辑判断一定会有大于、等于、小于、不等于等等的判断。那我们要等于什么呢？如果等于一的话，好，那它就是男生；反之的话呢，就是女生，对不对哈？但是你会发现哦，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哈，如果你这边把它输出的话呢，它就会怎么样？不过它是一个 false， 为什么是 false 呢？其实你看哦，它其实也都一直跟你讲答案，但是你一直都不去看它。false 意思是说会执行是女生，可是请看一下，它第二个字是一的话一定是男生。false， 那出来一定是女啊，哎，为什么它突然变女生了？对不对？你想说，哎，这个好像哪里有问题呢？对啊，这个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什么？数字。刚刚是，所以哈、哦，你要怎么样呢？前后请你加这个东西嘛。这应该看得懂吧？哈、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、哦，因为，可是问题是工作里面常常出现，那你常常出现，你不知道，那就一定有问题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都基本观念哦。OK， 常常应该会遇到了。不过呢，你要处了对哈。好，那可是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如果你后面哈、哦，它不允许你把它变成那个就是它如果来源，尤其有的时候是你去 VLOOK 函数去查，然后查那个储存格本来就是数字，你也没办法改它的话，那你后面不能改它。假设哈、哦，你要改前面的话会怎么样？那前面是一个文字嘛。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数字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刚刚好像有带到嘛，对哈，有一个函数叫 value， 有没有？那 value 哈，你要怎么加呢？其实很简单哦，你就记得那个 value， 那就打在哪里呢？打在前面 value， 前括弧，再一个后括弧在哪里呢？在这边后括弧等于的前面哦，有没有？就是在这个的前面有没有？再包一个 value 就好了。这样也可以啊 ，OK， 两种方法哦，就是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。反正你就是要把两边的资料形态弄成一样就对了哦。那要不就改前面，要不呢就是改后面。那你千万不要呢哈、哦，两边都改又错了，对，因为你已经转了，你后面又给它改成，哦，对对，你转了两次就反而哦，所以。比较我们干脆用这个了哈，用比较简单的，不要没事一直就是这样子就对了。OK， 按去确定，那底下的话呢，自然性别就判断出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这个，这个双引号部分哦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其他我想，再来 left 这边有一个啦，称呼，那当然你可以用 left 怎么样，先用那个我们的文字。文字里面用 left 一，就是先抓第一个字，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字，它会是把你的姓抓出来。后面如果要串接的话，你可以 and， 可是有先生或小姐，如果有两种可能性的话，那我们在后面再插入一个什么？插入一个 if。不过如果前面已经有公式了，对哈，我是建议你就从这边。假如说你后面还要再插入第二次以后的那个函数或公式的话。那请你从前面这个下拉清单加，否则的话比较容易出问题。那我希望加 if， 那你就在这边、哦、先一个 and 符号，然后在这边加入个 if， 它会帮我把这个 if 加到后面。但是如果你插入这个函数、哦、它会帮你把这个也给去掉了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 哦做法来把它点下去 if， 哎有没有加到后面的？
然后逻辑什么？如果是男生的话，所以这个等于男生，那一样前后自己加一个双引号哦，男生，那你就给他的是先生，反之就是小姐。好，那、啊、也要注意一下，有没有 true 啊？就是 true 的话，表示说，哎，这个逻辑是对的，那应该没问题，按确定，那他就怎么样？帮我把这个串无 and 先生。 反之就是小姐，哦，这样子应该没问题了哈、哦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tree， 后来好像这个我本来是比较少讲，不过后来同学就会问哦，说结那、啊、这个 tree 哈、哦、tree 的话呢，意思就是去除那个空白。那去除空白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插入函数里面文字哦 ，t 开头所以往下找到 t 开头，好、哦、tree 那个 tree 的话是什么？删除文字字串中。 多余的空白，哦，按确定，多余的空白，我们把它按确定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中华民国，这个，不过你会发现哦，英文，其实英文字字跟字中间有空白是正常的，但是中文字跟字中间有空白好像不是正常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可能需要换另外一个假设啦，如果你用去哈、哦，它只会去除。 英文的空白，如果你要去除中文的空白的话，可能要换这个 substitute。哎 ，substitute 怎么用啊？基本上你可以在文字里，不知道各位没用过取代函数啊，这个还蛮常用到的。substitute 文字给它 ，order text， 请你帮我找一下里面有空白的东西。那空白怎么表示呢？前后双引号，中间加个空白，这个叫空白啊，你不是说。 中间自己按一个空白，这样叫空白。不过好像它移开也会自动帮你加啦。哦啊，但是比较正确是双引号中间加一个空白 ，new text， 帮我删除空白，删除空白，哎，删除空白怎么空下来吗？不对，删除的话呢，就是双引号两个，哦，这个是删除，或者叫空字串，空字串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好，那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地方就变成这样子。 有没有？哎，刚刚好，我们要的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按个确定，向下填满。OK， 好、哦，但是呢，问题又来了，这个 OK 了，这个也 OK 了，但是这几个不 OK 啊。好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能本来中间不应该，应该要中间要空的啦，但是它就变成没有空了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会有个问题，哎，怎么样呢？应该空没空。 不应该空有空，这个就很麻烦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你要做一些逻辑判断。假如它是中文字，那就用 substitute；如果是英文字，那就用那个 trim。好，那如果要做逻辑判断，那怎么知道哪些是中文，哪些英文？接下来你可以用 call 去查询。哎，前面刚刚不是有用过文字有没有？里面不是有 call？call 是什么呢？就是帮你把。 你的那个储存格里面的第一个字，它的那个内码抓出来，内码，不过内码听起来有点恐怖哈，不过不用太担心，基本上按确定之后哈，你会发现呢，如果假如是中文字的话，它一定数字非常大，一定会大于127以后。其实各位如果对于内码表不熟啦，不过你也不需要说太恐慌。 再往下卷动，这边会有个内码表，不过内码表你大概就知道一下就好了，不用去特别去背它。这个是在美国设计那个内码表的时候，它会给一个位置0到127，里面放什么呢？放一些符号，放一些控制的按键的内码，哦，还有放什么英文大写、英文小写，那绝对不会有中文，也就是说呢，0到127有128个位置。 都是放非中文，所以呢，如果说假如哈，它的内码假如是大于127的话，那理论上哈，它就是中文；反之，那就是那个英文哈。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逻辑判，如果哎，所以这边的话，逻辑 if 哪一个呢？这个内码如果大于127的话，或者小于啦，反正看哪个方向，如果它大于127，那就中文。 中文的话呢，你就用 substitute， 哦，反之的话呢就用 tree， 好、哦，所以你啊这个格子，你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式放进来的话
你可以先把这个公式复制，再到这边一样哈，把它用 if， 这个大于 127 的话，那我就用这个 ，OK， 反之呢，我就用 trim， 啊，如果你 trim 不会的话，要不就在这边打了哈 ，trim， 然后刮弧，这边也是什么，选择这个 A3， 好 ，OK， 这样子，那它会选哪一个？哎，选这个，因为它大于127 ，OK， 所以这个公式是这一个，这个公式是这一个，好，两个反正就让它去判断，按确定之后呢。 他会自己判断一下，如果是中文，那我就用 substitute， 反之我就用那个 trim，OK， 所以这边的话，那其实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，这上云端上都有了，我这边刚刚有打一个，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，所以刚刚主要呢，我们主要是解那个什么呢？哎，那个 left 里面有一个先生或小姐。 哦，然后还有一个是 trim 哦 ，trim 里面是额外补充，就是说，如果是中文，那我就 substitute， 如果是英文就用 trim， 那怎么判断是中文或英文？你可以用 call 哦，所以这边你会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个关联性，哦啊，如果要把那个数字文字转成数字哈，用 value。